先，好，先。紧张，给你们搞到紧张，本来一点都不紧张。哦，不是不是，紧张是你们看完戏很喜欢，所以我就有压力。反正就是紧张，尽量把这个欲望取消。其实心情就是来享受，因为作为新导演，怎么讲，第一部有入围其实已经很开心。我觉得每一个就是有很多的前辈还有一起新导演都在这里，然后我希望就是典礼结束之后跟大家真的可以畅快的再喝酒聊天。感觉就是跟前辈学习啊，因为就是除了戏剧以外，我觉得秋生哥经常也讲很多人生的哲理给我听，跟他学了很多。第一次行红地毯，心情如何？有一啲紧张，但系都好开心。有些紧张，但是很开心。有冇見到咩演員你覺得好開心？你頭先邊個演員？黃秋生。黃秋生，黃秋生。仲有柯震東、周星馳。柯震東跟周星哲。有在他們拍照嗎？有冇揾佢影相？有啊有。拍了拍了。他懂得比我多哎。是什么错？他第一个讲的就是我啊，我怎么吃醋？我没有啊。OK， 好，谢谢。我们往接力上走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